我是港女，我都是港女。喂，个个都说自己港女，咁港女应该要具备咩条件咁咧？就乜都够胆讲，吞吞吐吐，怕怕丑丑，就唔系港女啦。冇错，就是讲啲男人听唔明，女人有共鸣嘅嘢，咁就系港女啦。我是港女，有我 Yanis， 有我高妹，每个月隔个星期五就会同大家一起讲东讲西。我是小明啊，你听紧嘅系234 channel， 我而家做紧咩？我而家流浪紧咯。以下内容纯属嘉宾主持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事。今年在节目《医师医时》里面认识了马医师，听到医师你可能以为他很老呢，但其实他只是一个八十尾九十后，他除了中医还会讲一下易经，上次还占卦。今天邀请他来是跟他讲一下病，不过呢就不是我病。今天请来医师医时的主持马医师 Steven。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喂 Steven，我知道你都流浪过很多地方，是吗？一半半，亚洲啦，亚洲即亚洲为主的。嗯，亚洲。欧洲你就亚洲嚟紧会去，嚟紧会去。但亚洲你去了几个地方？亚洲如果净系计流浪旅行嘅，流浪过嘅应该就系主要尼泊尔，巴厘岛，同埋澳洲。澳洲比较长啲，澳洲我 stay 咗差唔多十个月。但系点为之流浪呢？其实流浪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明天要做什麼。我覺得我自己的定義就是流浪就是你不知道明天要做什麼，但是你是 enjoy 個時間的，那就為之流浪。那我那時候去澳洲是 for working holiday 的。OK。那跟住就你做 working holiday 就永遠都不知道你在哪裡。但你有沒有 working 啊？我有 working 啊，有 working 啊，如果不是 support 不到你就真的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啊，如果你沒有 working。即是有 working， 跟住就繼續玩了。是啊。那澳洲玩什麼？澳洲我其实真的很难说究竟是玩什么，我是玩生活咯。讲一个故事，即是我带2000元过，2000元澳纸，过去澳洲。我是 plan for stay for 十个月的。总之我可以 afford 到我的生活。2000元澳纸是不是大约12000元？现在是12000，当时应该14000。14000港纸。跟住就是系咯，就系 for 嗰2000元就系 for startup 去揾工啊，跟住可能放我头一个月嘅使费啊，咁跟住就要揾到嘢做，然之后我要 sustain 我嘅生活咯。OK， 咁有冇喺澳洲冇去啲好特别嘅地方？澳洲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唔系你有冇去一个去一啲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去一啲比较，我觉得其实澳洲系对于香港人嚟讲系相当之特别嘅一个地方，因为佢本身成个嘅 lifestyle 同香港人系完全唔同嘅。我响。去澳洲之前，在澳洲回来之后，我觉得香港人的确和澳洲人是差很远，那整个文化整个氛围是完全不同的。即是他们是可以很 relax 的，他们是真的他不 care 户口有没有钱的。我试过我撞过一个妈妈，她是她户口是得长期是得1000多元澳纸的，但她有个小朋友，佢有个小朋友，佢要供佢读书，咁佢每个月大概要使12000元咁样嘅。咁但系佢哋就系唔 care 钱咯。咁你会称呼佢哋为之好懒啊？我唔会称呼佢为之好懒，我觉得佢哋系一班好识生活嘅人咯。会唔会冇生产力咧？唔会噶，佢哋一样都系好艰辛咁样工作噶。佢有嗰个妈妈系佢一日要去，因为你知道澳洲其实啲
屋啊同埋啲城鎮好遠嘅，佢就係一間小人啊嘛，一間洗冷氣嘅公司工作嘅，咁就係負責去清理公司，佢哋係洗曬公司，唔係洗曬冷氣機，即係佢哋係入屋洗嘅嘛。嗯，咁佢哋洗下嗰啲冷氣機，佢係會有條蛇出嚟嘅。哦 ，OK， 嗰一種，咁所以你唔可以話佢哋懶。嗯，但係你只能夠欣賞佢哋，就係識得享受生活咯。佢哋唔會愁我要揾幾多錢，或者我個户口而家得翻幾多錢。佢哋就係今日有啲咩要發生就有佢發生。咁我做好咗我嘅嘢，然之後我其他嘅時間就我自己淨係諗我點樣去玩咯。嗯，點樣去湊我嘅 B 咯，即係做自己做嘅要做嘅嘢。嗯，咁可唔可以稱呼佢哋係冇計劃咧？香港人好有計劃噶嘛？係係啊，但係。這個就是那個問題，就是他們基本上是兩種極端，但是兩種極端得來其實都有他的美好的，嗯，即是沒辦法否認他們不是一個有很美好的生活，嗯嗯，但是香港人其實我們的生活都是不差的，但是不快樂，是不快樂，所以個問題就是香港人實在計劃太多，嗯，因為我其實在這個 trip， 即是去澳洲的 trip， 我學識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認為 plans never workshit happens，嗯，就是其实不好的事周不时都会发生的，嗯，就是有总会有些咔咔咔咔的东西，所以你人是要计划，但你将个计划想得太重要呢，你就会逼死了自己，就是我计划我要十年之内结婚，嗯，我要十年之内买楼，然后我现在将这些所有的按 book 了，跟着我要回几个钟头工，我除了回工之后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但我十年之后就用一个很美好的生活了，其实这个就是香港人的通病，我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就认为我埋头苦干，因为做十年之后就买楼成，但他没有想过其实你将来买不买得到不重要，你其实重要的是你这十年你究竟要想怎样过，嗯，这个就是我整个澳洲的出我学习得最多的，就是我觉得体验最深的，就是不要被计划绑死你自己，嗯，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活在那个当下，嗯，但是在香港人的心目中，这个是懒惰啦，欠缺生产力啦，没有计划啦，所以你看他们那些就即鬼佬，或者所谓鬼佬，或者欧洲人、澳洲人、美国算不算呢，即他们都会觉得是懒，或者我去西班牙他们都会见到那些人，或者去英国或者见到很多，他们都会感觉就懒，没有生产力咯，他们又是这样在靠那个社會救濟啊，或者成啊，咁其實你覺唔覺得，譬如澳洲佢係因為個社會有一個，佢哋唔需要考慮退休太多。香港人就好驚一退休就暈噶啦嘛。佢哋會唔會澳洲？你自己覺得，或者你接觸佢哋，會唔會因為佢哋係唔需要去好擔心嗰個退休之後嘅生活會係點樣？所以變咗佢喺退休之前嗰啲生活係唔需要去太詳盡咁樣計劃。其實香港人都可以噶，我認為。他们觉得不行嘛，他们觉得不行是因为他们有问题，证明了这个整个，但事实上在制度上是真的没有保障的，香港，但是我不讲上一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社会是的，我们如果看回深水埗那些882那些其实真的挺惨，但是与整体，即我们身边的人，其实以我来说，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考虑过退休的问题，嗯，咁我亦都覺得其實唔需要。你唔會退休啊？你繼續同人睇中醫咯，啊，中醫可以睇到好，你睇到六七十歲都仲可以睇噶。係啊，咁所以咪就係咁呢個係我嘅生活嚟噶嘛。但係就係呢個就係個 point， 就係當去到生活嘅時候，係冇人可以話俾任何人聽究竟佢要點樣活佢嘅生活，就係我唔需要跟別人哋嘅 standard 啦。佢哋覺得退休嘅生活就係我完全冇嘢做，然之後就喺屋企跟住使緊我好耐之前辛辛苦苦儲落嚟嘅錢。嗯。你是完全可以 redefine 生活的，你去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你依然都是可以有些事做，有些收入，但是你不再是需要为钱去奔波，但其实一开始你就不需要为钱去奔波，嗯，简单点讲，你在香港搵万零蚊，其实我现在认识的朋友来讲，上到去我们这个年纪，嗯，很少搵低过一万蚊的，嗯，我不知道是圈子的问题还是怎样，嗯，但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年纪搵万几蚊，嗯，只要你不考虑供楼，嗯，同埋唔好結婚，唔結唔結結咁結婚你就要諗下，結婚其實 double 咗兩個人嘅錢係好抵啲嘅啲錢係，如果真係破兩個人嘅生活，咁所以你揸萬零蚊，其實香港係 OK 啦。咁，然之後你諗退休，其實你唔需要儲好多，你如果願意離開香港，
你揸幾十萬、百零萬，然之後你去一個越南又好、泰國又好，開一個 backpacker，嗯、或者開一啲小生意，嗯、其實你呢一世就夠噶咯喎。嗯，真係喎，你一世就夠。點解你需要擁有一個喺唔知鬧市市中心，然之後一棟樓，然之後四十幾第四十幾樓一個六百零尺嘅單位？冇嘅，冇嘅，六百零尺建築呢、這個建築面積嘅而家。實面積可能得三百啊咁樣。係咯係咯係咯，咁所以咪就係、是。究竟香港人，我其實好唔明白，究竟香港人係想要啲咩？香港人成日都好 rush， 即係佢哋好想做好多嘢、嗯嗯，但係佢哋其實係想做啲咩？我諗你問佢，佢可能都未必好確實咁樣答到你咯。係啊，但係就係因為個環境係咁啊，我阿傑係咁樣，跟住可能阿強係咁樣，咁、嗯、所以我就要同佢哋一樣，我要跟翻社會世界嗰個前進嘅步伐。嗯，諗下而家我哋再攞 Nokia 出嚟，就已經俾人笑啦嘛。嗯嗯嗯。咁但系你要再谂下，其实电话出嚟系个原因系令到人可以节省时间，但系反而我哋揸住 iPhone 嘅时候，我哋投放咗更多嘅时间落去 iPhone 度啊嘛。系系，都你喺医师嗰度我都认同嘅，科技进步咗，人与人之间嘅距离系远咗，系更加远咯。因为而家人与人之间嘅距离系越嚟越少讲电话咯，包括我在内、啊、我都少讲电话咯、啊啊。正如你啱啱约我，我哋一齐上嚟都系 WhatsApp 我啦。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系我唔知道啊，但系个感觉系好似打电话好似好怪咁啊，而家打电话俾人咧，好似好似比较费劲，我自己觉得嗱要揿你的电话啦，咁揿完又要喂啦，喂完又要喂，咁咧嗱，咁啊你个 awkward moment 啊 ，awkward moment， 系啊，我好似要讲好多嘢，而纯粹如果我打几粒字你望到，咁就已经交代咗件事。当然我觉得比较深入啲嘅沟通或者是要用語言或者用說話去交代，但如果一些很簡單，譬如回去吃飯、啊、你喂上來開門給我、啊、你記得帶鎖匙、啊、相對地這個也是一個事實來的，我相信打幾粒字是真的快過我打電話給你，例如打電話給我問我回去吃飯就很簡單了，拿個譬如我媽計拿個電話打電話，喂你回去吃飯啊，回啊，那他就再我又拿個電話又收線，那可能我就做事，但調翻轉，如果佢 send 個 message 翻嚟，佢真係好簡單。而家 send 佢個 message 嗰度就會回一個一字咧回，咁我就答翻佢回或者不回，咁就已經解決咗件事。呢、這個係相對係快啲，但係另一方面睇，大家係冇乜個感情嘅交流啊，少咗。同埋我覺得係因為太容易，我哋嘅生活太容易俾人入侵啦。嗯，即係 let's say 我而家喺條街度，我真係純粹冇咩做，我就係純粹想睇下花，嗯，聽下雀仔叫。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幾耐冇聽過雀仔叫？你真係細心地聽，去留心 YouTube 咯 ，spend 你嘅時間。但係你就會忽然間電話就震咯。嗯，佢可能就係一啲好無謂嘅 message， 或者 just share 一個 post， 或者 sell 嘢咯。係啦，或者 sell 嘢，或者你最乞人憎嘅就係啲我係唔知咩咩咩醫學咩咩團體咩咩美容跟咩咩健身，收109000個呢啲 call， 跟住就係香港人就係似一個好緊張，同埋你係完全冇自己空間。都係嘅。嘅一個城市，但係呢個城市就係因為你有冇聽過沙甸魚效應？聽過下你講，係啊，就係、是、啲沙甸以前啲人咧，出海捉沙甸魚啊嘛，咁、但係佢發現咧就好容易死啲沙甸魚，因為困喺個倉裏面。嗯，咁跟住咧佢哋就抌條唔知黏魚定咩魚啦，跟住就係因為嗰啲係會食啲沙甸魚，咁啲沙甸魚就保持一個活力。係，香港人唔好死住。係啊，香港人就係一個沙甸魚咁咯，即係好似我哋每一次搭地鐵，每一次翻到香港之後搭親地鐵，我都好有嗰個感覺，就係、是、香港人真係好似沙甸魚。嗯，但好諷刺哦，即係要放條魚落去保持嗰個活力，但其實你佢所謂保持嘅活力，去到最後佢都係等死嘅啫。係，呢個就係文明進步嘅矛盾咯，就係、是、我哋 give up 一啲我哋生命其實應該 treasure 嘅嘢，然之後去換一啲其實我哋根本唔知係咩嘅嘢。OK， 就好似。是啊，賺錢其實啲人我成日我同我 friend 講笑啊，我哋有陣時都會講下啲有錢佬嘅生活。其實揾十億嗰個人喺呢個 moment， 究竟佢諗緊啲咩咧？好似揾多十億啊，可能我都會有問呢個問題嘅。係嘛係嘛，但係你諗下，其實有咩意義咧？唔知道啊，但係佢會覺得要多啲多啲再多啲再多啲咯。唔係，我唔係想 judge 呢、這個。揾多啲呢個念頭、但係我覺得個重點就係人哋享受嘅生活，唔代表你享受佢嘅生活，即係佢
係 enjoy， 佢活在當下嘅，的確，我覺得錢就係最重要。咁我成個世界就係錢，我揾到好多錢之後，我就可以統治世界。咁跟住我哋點解需要揾錢？其實我哋唔需要去到佢嗰個 level， 我哋錢係足夠我哋生活得。就好似我喺澳洲嘅時候睇到個媽媽，佢唔需要好多錢喎。但係我喺你個年紀嘅時候，我都未諗到呢樣。我相信部分嘅，即係好似你咁九十後嘅年輕人都八十後啦，八十 OK。八十尾啦，八十尾，咩色轉咗啲？接近九十咧，都係喺呢一個年紀，當下年紀未必會諗得到咁嘅 concept 咯。因為個社會嘅軌跡或者個社會喺度 push 緊，好似嗰條鏈魚咁放咗落去，一路追住嚟咬佢，就要保持個活力，不停咁跟住呢個節奏去到走，跟住人哋節 set 咗落嚟嘅節奏去走啦，而唔係跟住自己嘅節奏去走。呢樣嘢都我都係要去到真係過咗三十歲咁上下，再一路做嘅時候。我才慢慢去感受到或者慢慢去理解生活到底是一件什麼事。當然我身邊的朋友可能做生意的，或者我之前訪問過的嘉賓做生意的，他們都會覺得你不會明白的。當那個生意在我手，當那些錢在我手，我下面有人的時候，很多東西他們就會好企在一個生意的角度出發每一樣東西。但我跟他可能我打工我未做過生意，可能大家的分野就在這裡。他很多時候都跟我爭論，他說 你怎麼會明白、生意你不可以用一個純粹打工的心態去思考出發，我話對，但係對我嚟講，我就覺得唔係咁咯，生活唔係咁咯，就算你同我講生意都好啦，我都覺得唔係咁。佢成日都即係佢哋會有一個 concept 就係類似一啲超級市場連鎖或者香港啲大機構，我碾死你。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你碾死咗對方嗰個人，其實翻翻轉頭其實都係一個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啫。你碾死咗你一客。你作為一個老闆，你點想你一行？咁邊個嚟你嗰度買嘢咧？或者邊個幫襯你咧？跟住你肥咗你自己肥曬，我覺得肥就一定會有。但係如果你將嗰樣嘢好極端兩二分法咧，你去嗰邊去到盡啦，我就喺呢邊肥到盡啦，我覺得係唔平衡。即係好似你講嗰樣嘢，我認同就係要一個平衡。無論係生意又好，或者政府市民咩都好，呢度係需要或者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嘢生活或者所有嘢，我覺得係需要一個平衡。而不是一個兩極咯，兩極只會等爆嘅啫，係啊，一定會爆嘅。佢哋永遠喺度諗就係諗緊點碾死對方或者點我賺爆你為止咯。咁我自己好唔認同，咁但係佢哋好得意嗰個邏輯就係、是、咁做生意係咁嘅咯，做生意係咁嘅啦，係咁嘅啦。咁我唔認同咯，我亦都覺得唔 work 嘅咯。你只會將件事時間會證明俾你睇呢樣會去到一個極端咯，而即係無線一樣啦，好似好簡單，從未蝕過錢㗎。當他碾爆啲觀眾的時候，碾死曬我哋啦，已經首先，然之後佢再碾爆埋我媽嗰一代，佢哋爆炸埋之後，佢而家蝕錢咯，首次喎，即係雖然唔好拉更咁，但係就係咁樣咯。物極必反係必須係咁，物極必反係呢個其實就係我睇中醫啦，因為我認為一個學科去到最深，佢就係話俾我聽世界嘅本質，同埋佢街我哋個點樣去行我哋嘅人生。咁所以。其實我成日都將生活同埋中醫結合埋一齊嚟思考，就係你生活點樣掌握你嘅平衡。我哋香港有幾多綠化，有幾多城市化。咁我哋嗰啱嘅沙甸魚需要幾多嘅黏魚？ Okay. 而點解會更加令我諗呢樣嘢？就係因為最近真係太多悲劇發生。係係，你諗下學生需要逼到跳樓。究竟我哋而家呢個，我哋個年代實在係冇咁多嘅，冇我哋嘅都唔係我哋，係我嘅年代實在係冇咁多嘅。你個年代都未有，我嗰年代先係黃金年代，你個都未係。唔係你嗰個係仲係有刻苦嘅嗰一刻咯。嗯，但係去到我哋八十尾九十頭嘅嗰一班就係生活係美好嘅，而且個空間係大嘅。嗯，你嗰代嗰啲人仲係需要諗有冇工翻啊？嗯咁但係我哋嗰啲，我未至於咁老。係，唔係咁嗰啲即係喎啱喎啱啊！唔係，但係我嗰代其實都係比較輕鬆，仲有嗰啲影子咯，輕鬆少少，有影子，但係都相對比較輕鬆。係啊，咁但係去到我哋嗰代就係真係我覺得係黃金嘅時代，就係啲人係睇卡通玩具，人同人之間嘅接觸交流係最 close 嘅。跟住我哋上堂仲係會睇嗰啲嗰個電視機咧，即係科技仲有個車推住個電視，仲唔係咁方便。我哋要找一個同學係真係需要打電話，仲要希望佢喺屋企嘅。係係，你係人係冇咁容易被揾到嘅。係係個空間係大啲嘅。係冇咁容易俾人掂到嘅。同埋好得意，如果你同而家嘅人去講，即係好似唔好拉更，但係你同而家嘅人去講，用翻我哋嗰個年代去約人，我相信佢哋會黐咗線嘅。
即係我哋係打電話約幾多點喺邊度等，就企喺嗰度等啦。咁我哋去到嗰度，其實嗰個人如果唔出現，你打到佢屋企冇人，你就企咗喺度噶啦。係啊，又唔可以行開喎，因為一行開咗就大家就唔知道大家去咗邊噶啦。譬如我約你喺旺角，我哋跟住會喺邊。咁如果你遲到，遲咗一段時間，我打你屋企，你出門口，而我又唔知道你嚟到未，我又唔可以行開嘅時候。咁你幻想下嗰個情況係幾咁尷尬？所以嗰句就係、是、嗰句就係、是、真係企喺度咯。係啊，真係企咗喺度。真係企喺度咯。OK，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B B 豬好難食啊！個面臭噶，唔要啊！咪等等先 ，B B 豬，你等我食啖先。喂，真係臭噶喎、啊！等我嚟，伙計。喂，你啲雲吞面臭嘅，又話好出名嘅。係出名啊？嚇？出名臭啊嘛！咁你有冇啲咩其他嘢唔臭嘅攞过嚟啦？都系臭嘅，你当佢臭豆腐咁食，个观感就会 fit 晒。天真，想食好食嘅云吞面，梗系去七五九云吞面啦。七五九云吞面，系啊，跟我嚟啦。七五九云吞面，我都觉得好食过我哋嘅。面，食你煮嘅面，粗面又面拉面又面又有手打面。七五九云吞面，勿食当三餐。大家好，我是杜文慧，你听紧嘅咧就系二三四 channel。我老公咧系一个演员嚟嘅，咁我梦想自己系一个作家，咁我依家都出过书嘅。其实点解中意听网台咧？我谂做网台嘅人咧系有一个最大嘅好处益处，就系话我可以中意讲乜都得嘅吓，咁啊有咩好得过中意讲咩就讲乜啦，系咪先？咁所以咧，请大家支持一下。咁你去完呢个澳洲，去完尼泊尔，流浪完啦，翻嚟啦，你话有个朋友，德国嘅朋友就同你嚟咗香港啦、嗯，然之后你就带佢去迪士尼啦，啊唔系，系冇，系冇去迪士尼，冇去迪士尼啦，冇去海洋公园啦，冇去一啲所谓香港嘅名胜啦，而你相反，你带咗佢去露营，去嚟咗两个礼拜系嘛？嗯，你有冇讲过？两个几礼拜？吓，两个礼拜。去边啊？去咗边？我哋。其实应该咁样讲，佢呢个 friend 嚟之前咧，其实我已经接待过几次喺外国嚟嘅朋友，咁、嗯、都系啲好 routine 嘅，嗯，即系去下山顶啊，嗯，食下旺角啲嘢食啊，大排档啊，嗯、即系都例牌啦、啊，咁跟住就睇下高楼大厦、啊，嗯，咁跟住，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都系一个需要生活嘅人嚟噶，咁、嗯、我嘅 friend 嚟唔代表我一定要所有嘢就佢，咁咪做翻我。平時生活的方式或者我平時喜歡做的事、嗯、show 給他看究竟香港人是怎樣生活或者我是怎樣生活嘛、嗯、那我就覺得我帶他去一些我覺得分裂的地方食物是一個香港人很吸引的地方是算不算去了那麼多地方香港的食物最好吃呢香港絕對是我也覺得是我講個例子是他來了香港十幾日差不多十六、十七、十八日到了、嗯、我忘記了極細的日他冇一樣嘢係重複過嘅食嘅嘢。OK， 除咗啤酒，啤酒係不停重複嘅，啤酒白酒不停重複。咁所以，我平時我覺得香港其實靚嘅地方就係香港最靚高樓大廈，當然係最好靚啦。咁、嗯、但係香港最靚嘅係綠色嘅地方。我會形容香港高樓大廈好特別咯，靚唔靚啊，真係見仁見智啦。其實香港嘅高樓大廈係最靚，世界上最靚， okay. 因為我覺得高樓大廈最吸引，即係最 shiny shiny 嘅 moment 咧，就係當佢入黑之後。嗯。我睇過、日本東京的夜景，嗯、我睇過、澳洲的夜景，嗯、澳洲有好多唔係 Melbourne 啊 Sydney 啊，嗯、跟住睇過新加坡的夜景，都是向啲高的地方睇嘅。但是香港呢個地方，喺、嗯、我去過的咁多地方，嗯、香港的夜景是第一，冇、嗯、得輸，真係冇得輸。咁、嗯、呢個是 man make miracle， 就是我哋點解香港人點解咁甘心做沙甸呢即係、就是、以一個文明、一個民族進步的結晶嚟，覺得、嗯 okay. 高樓大廈就是香港人。咁願意去做沙甸嘅嗰個結晶品，咁、嗯、但係香港同時都保留咗好多地方係綠色嘅、嗯，因為香港有超過七成嘅地方仲係郊野公園嚟啦，係唔允許任何發展嘅。呢個亦都係我好 proud of
字嘅香港，我成日都唔包得耐噶啦。我知道，咁呢个亦都系好 sad 嘅嘢嚟噶嘛。咁、okay. 所以就系香港其实系有病噶嘛。我觉得香港真系有病噶。作为一个医生嚟讲，香港人又好或者香港人都系有病。嗯，佢哋喺做沙甸做得太耐咧，佢、哋已经唔记得咗世界系点样咯。OK， 佢哋就系喺嗰个 container 里面咯，佢、哋就系一路逼，跟住完全唔知道自己做咩。系啊，你系满足紧呢个世界进步嘅条件啊，或者你作为一个基石，但系香港人系冇咗自己嘅灵魂。嗯，咁所以你带你嘅朋友去体验下呢个香港嘅灵魂。系啦，就系、是、其实佢对于香港嘅认识就系好 rough 噶咋，系啊，唔知道香港系点样咁样就。但系 rather choose 去睇呢啲无谓嘅嘢，虽然都有睇，但系唔系我哋嘅 main focus。嗯，我哋 main 都系想行山，嗯，想露营。咁因为我同佢系真系。爬過喜馬拉雅山，我哋做咗19日嘅 tracking 喺 Annapurna 嗰個 circle， 咁跟住，所以佢同我都係 enjoy 綠色嘅生活嘅。嗯，咁我係個中意嘅，咁當然都係中意綠色嘅嘢啦。OK， 咁所以就係咁啦。所以就係我哋定咗個調，就係、是、我哋呢個 Hong Kong 嘅 trip 係需要做 camping。咁、所以就去咗我哋 camp 過響有啲點我唔係好想透露添。OK， 唔緊要。四五個地方啦，咁但係我覺得最值得講嘅可以分享就係浪茄。浪茄係我去澳洲之前，我已經係一個好中意嘅地方。浪茄係香港最靚嘅沙灘，我覺得，因為佢就啱啱好一個彎，因為要行啊嘛，而且嗰個真係未冇人煙嘅，因為要行落去啊嘛。以前嘅浪茄係未冇人煙嘅，咁我哋我記得好似我第一次響浪茄露營，應該係我大學嘅時候。咁我哋就四个人去啦，咁系成个沙滩都我哋自己，咁、然之后我哋有音乐，有酒，有 campfire，我哋自己整一只荷叶鸡、黑衣鸡，咁所以我就系有呢个经历之后，我就想 show 俾我 friend， 究竟喺香港嘅 camping 系点？咁同埋我真系好耐冇做咧，咁就要同我 friend 一齐去，咁所以但系当我第二次去浪茄嘅时候，我就发觉。香港人真的有病，為什麼行山你需要起石屎路的？我以前去浪茄是行石，是行泥利，不是，是行那些土地，我明白，泥土的地，因為如果你不起石屎會被人投訴的嘛，但是那些地方是forbid了發展的嘛，那又會有人投訴的嘛，我現在就是很欣慰，我看到Facebook 現在都開始有一些聲音，就是說我們要還原或者我哋要停止繼續用呢種方式去發展我哋嘅郊野公園。其實郊野公園係唔需要發展。嗯，大自然有佢自己一套嘅，你唔好搞佢就得噶。你可以去拜訪佢，你可以去 admire 佢，即係你可以去欣賞佢嘅靚，但係你唔應該將你支旗插喺佢度。係點解你要起條石屎路？而且石屎路根本成件事就係錯嘅。行山行石屎路係傷過你就咁行嗰條路噶嘛。就算有一個利民嘅角度去諗，呢樣都唔係一個啱嘅措施。但係而家先至有人講。如果以我以前嘅諗法同而家一般香港人嘅立場咧，都會覺得係起咗個石屎路，大家係行得舒服啲嘅，因為唔會話泥濘啊，或者跣親啊，或者整親啊咁樣。你起咗出嚟咧，係相對係好行啲嘅。感覺上企你都好似有條路俾你行，或者行起上嚟都即係正常少少，咁係咯，有條路指住我，咁啊跟住條路行，諸如此類。但當然去到今日，去望翻轉頭去睇一啲咁嘅嘢或者一啲咁嘅事嘅時候，我都會覺得正如我之前喺節目都喺其他節目都講過，荷蘭人哋嗰啲canal 咧，嗰啲河咧，我問嗰個人其實都好戇居嘅，問嗰度住嗰個人，我話。點解佢哋唔起啲欄杆？佢話因為會有人跌咗落河會浸死啊，會連中死幾個啊。我話咁其實點解你唔起欄杆咧？佢問翻我，其實好簡單，我有深思過。佢同我講翻之後，我就翻到酒店，我就有深思呢個問題。佢答我好得意，點解要起欄杆咧？咁我諗下，其實我再反問翻自己，係點解要起欄杆？你諗下我哋以前細個嘅公園嗰啲水池。我不知道你屋企有冇啊？你屋企樓下有冇？我住公屋大嘛，公屋有啲公屋嘅公園。嗯，而家公屋公園好靚。係冇欄杆嘅，完全冇欄杆。佢可以有個池係養龜、養錦鯉嘅。你有冇見過？係邊個？係
even 而家屯門公園以前嗰個水潭係都係有魚有龜有蛇、有雀，唔知點解會有啲白色嘅雀，我唔知嗰啲係鹿定咩啦。我嗰陣時細個唔知佢係咩。咁但係而家嘅就係冇龜冇魚冇雀又難過，所有嘢都圍起曬。咁、甚至有時抽走曬啲水添。係。咁就係點解咧？點解要咁做咧？你有冇諗過其實？你真係唔需要做咩？其實，所以我咪早喺EasyEasy嗰個節目講起老子嗰個無為而治就係點解你要令到自己嘅生活咁辛苦？點解你要 confine 自己喺一個 box 裏面？呢個就係香港人俾自己嘅一啲 boundaries 咯。就係我覺得我行山一定要有條路街嘅，係咪先？你啱啱講嗰樣嘢其實都係咁啫。點解行山一定要有條路街？但係如果你講得講呢個咧，就即係證明其實你都好少行山嘅，因為不嬲去行山行山近年會行多啲咯。以前嘅行山徑，即係以前未有呢啲咁多石屎路嘅時候咧、以前嘅路其實都係有路行嘅，一係就人踩出嚟，一係就真係用嗰度嘅石壘出嚟嘅。佢即係總之會做到一樣嘢，你係可以行到啊。所以我最欣賞香港一樣就係香港嘅行山徑係世界第一嘅。我行過山嘅新加坡嘅山。行過日本嘅山，行過澳洲嘅山，行過好多地方嘅山。咁好多日本人都嚟香港行山嘅，我知道。係啊，係啊，係啊，反而就係香港人唔識欣賞呢啲嘢。係啊，係啊，香港人就係沙甸魚咯。咁你德國嘅朋友嚟到，譬如你同佢去玩咗一個咁嘅旅程，佢有咩感受啊？佢都會認同我講嘅，就係香港係佢去過最靚嘅城市。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香港係一個真係好靚嘅城市。所以有時喺之前我哋喺尖沙咀錄音嘅時候咧，夜晚錄到一兩點咧。有時候去到夜晚好靜，喺海港城後面嗰度有個停車場，伸咗一條停車場咗去咁啊，喺個海，即係好似類似個碼頭仔咁樣，喺嗰度攞車同阿張 Sir 攞車嘅時候，我望住中環，其實有時個天氣都 OK， 我有時望住中環，我都不禁同阿張 Sir 講聲，我話其實香港真係好靚。咁我哋兩個人都企喺度，兩個唔同年代啊，佢啊六十，我七十尾。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會覺得係香港其實真係好靚，即係我哋望翻過去係真係好靚香港呢個海呢個地方，但係點解搞成咁咧？其實呢個香港更加好靚，我要說服咁多嘅觀眾，咁多嘅聽眾就係、是、我咁我接待過都除咗呢個德國仔之外，有兩個荷蘭仔咁一齊嚟，我哋好 friend 嘅以前喺澳洲嘅時候，咁跟住佢同我講啦，佢都係 travel around 嘅喎，咁佢歐洲啊、亞洲啊，佢亞洲係真係去曬柬埔寨啊嗰啲。地方啦，咁跟住佢话佢呢一个 trip 两年嘅 trip 里边咧，佢见过最靓嘅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咧就系喺印尼嘅一个火山上面，睇日出，然之后你系喺个山上面，跟住云喺你下面，跟住睇住个红鸡蛋上嚟。佢话呢个系第一个最靓，第二个最靓就系佢喺尖沙咀嘅嗰、那个维多利亚港嘅侧边，跟住望翻过去港岛，跟住佢话就系、是、嗰、那个系 Mother Nature 嘅 miracle。香港是一個 man-made 的 miracle， 跟住然之後佢仲見到香港是重氣咁，佢就會覺得那個是對於講一個好 stunning 嘅嘢。所以喺我嘅角度嚟講，我是熱愛香港嘅，我係絕對地以香港為榮嘅。我是很 proud 自己是嚟香港嘅。even 我喺外國結識任何嘅朋友，第一個會知道嘅就是我是一個香港嚟嘅。佢可能都唔知道我係個個咩名，但係佢會知道我係一個嚟自香港嘅。就係我。是 proud of 香港，香港是驕傲到這個地步。 OK， 那你剛才就說我們咪前咪後說，就說你自己覺得香港很多人都是 miss 了，即我和你都覺得香港很漂亮，都是其實我是其實近這年紀順上下大一點、我就開始慢慢覺得其實你去欣賞細心去欣賞每一樣東西，你就覺得香港是真的很漂亮，香港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特別是綠化其中一樣，我都覺得是正的，即係你都會覺得頭先望出話啊，其實啲樹有咗顏色啊。而我中意行山咧，即係近呢十零年有行啊，同我啲 friend 都行暈曬嘅，基本上都。譬如去到大東山，都係呢啲時間嚟嘅。朝頭早我哋夜晚行到朝頭早落山嘅時候咧，其實望到一片山海咧，樹海啊 ，sorry， 一片樹海咧。佢嗰啲樹係唔同色嘅，係啊，又好綠啦，跟住去到紅紅地啦、黃黃地啦，一路落嚟幾浸色咧，我哋望到其實係真係冇留意過，係我都影低咗相，係一路冇留意過，其實係有啲地方海咁靚。其實我咧一路睇，譬如話日本啊，好靚啊，啲樹啊啲色，原來香港都有一啲地方好靚。當然嗰啲地方你係真係要行兩三個鐘，
你去到那個地方你才會看到，那裡也沒什麼人煙去到騷擾他、插旗、搞事、起樓、而那個、那片樹海望下來是整個山，由個山上面一路掃到下來下面，其實是真的很漂亮的，是大家沒有留意的。是 的， 是的，你 even 是普通一個巴士的旅程，我覺得在香港都是一道風景。就是我剛剛是、搭巴士入來、不知道我最喜歡的香港最喜歡的一段路程呢，就是在、新蒲崗回、要去荃灣，跟住行龍翔道，那段路就是基本上在半山，跟住望住成你的左邊，如果你是、新蒲崗回去荃灣嘅話，深水埗啊，你左手邊就會是海，然之後就是很長的橋，很高的樓，跟住你右手邊就會是山，咁就係、是，我覺得香港最靚嘅地方就係佢將城市同埋綠化 balance 好好。但係而家嘅人就係開始要將城市巴過去綠化嗰邊。佢哋而家香港人已經開始係沙甸魚到一個地步，係真係唔知道自己做緊咩嘢，只係追求更加多城市化。佢、哋其實應該停低落嚟。我冇話城市化唔好，因為香港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城市化得嚟仲係好綠色。就係、是、我哋。香港人揾錢得嚟，係應該仲有自己嘅文化，即係相等價啦。咁成件事就已經等價咗。但係佢哋開始將唔係開始係已經將錢睇得太重要啦。佢哋根本唔會停低落嚟同你聽下風係咩聲。我琴日睇咗一個紀錄片，講呢個世界上原來最高級、最高級嘅侍酒師，有個試要考，佢哋叫 Master Som。個得二百零人嘅啫，而家全世界得二百零人，就係、是、最頂尖對於味覺同埋嗅覺嘅一班人。係，跟住佢講咗一句令我好 touching 嘅説話，就係點解紅酒咁吸引呢？就係、是、因為你停低二十零分鐘嘅時間，係你嘅世界冇任何嘢，淨係得你手中嘅嗰堆液體。佢係咩啫？其實佢只係葡萄汁嘅發酵品。係，係咪先？咁但係你就係可以將你嘅人停低，放鬆翻落，放鬆曬落去欣賞世界上最基本、最簡單嘅味。因為佢哋係好變態嘅，我發現咗。我睇嗰套片定係紀錄片就係、是，佢哋係可以聞、飲，然之後係講得出佢係邊一個國家、邊一個產區、邊一個酒莊嘅邊一種菩提子嘅邊一個年份。中曬。他們就是有六杯要過的，他們最後的事就是有六杯，三杯紅三杯白，他們要面對、Master、然後他一年後五百個人去考，只有五個人會 pass 的、他們是會中的咯、他們是會說得出，就 是當人是真的可以靜下來的時候，人是可以無限的極限，但是香港人靜不下，香港人永遠都是很 rush 的。我昨晚跟我的朋友在公園坐，就、喝下東西吹下水，咁我啱就前面有一班人過嚟，就喺前面嗰啲休憩嗰啲活動咧、即係嗰啲機啊，佢哋喺度玩嗰啲機啊。咁我哋喺度坐低，我哋啱啱佢就見咗過嚟，跟住就係、是、我諗，你估下佢哋幾耐會走啦？跟住我呢句説話都未講完，已經走咗。係，佢哋跟住我就問我朋友，你覺得佢哋去邊咧？他們要做些什麼呢？其實他們已經是、三五個朋友，跟住就是行路已經是很快的、跟住就是、有個機就過來玩一下，跟住就是那種、即是好像行下街發現一些新的，跟住就去摸一下店、跟住就是，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會真的停下來、他們永遠都是有下一行的，有下一行的，有下一行的、就好像我之前看那套電影 Room 斗室、今年奧斯卡最佳電影、你就會發現我唔劇透啊，當然最佳電影唔係鬥殺，唔係鬥殺，最佳女主角。最佳女主角，但係嗰套電影就係講究竟一個大人同一個小朋友，究竟係個大人進步咗啊，定係個小朋友進步啲？用五年嘅時間。究竟佢對呢個世界嘅理解深刻啲啊，定係我哋大人對個世界嘅理解深刻啲？係。佢其實嗰個我睇到嘅嗰個故事嘅想講嘅嘢就係咁。當然每個人睇一套電影都有唔同嘅睇法。但我很推薦大家去看這套電影、okay. 你再細心想想，究竟我們是有沒有病，我們的生活究竟平不平衡、
翻翻轉頭啦嚇。係啊，即係所以點解我覺得香港係應該去 camping 嘅地方，就係、是、當你喺生活好壓抑，你仲要同人逼巴士，每一日喺金鐘個沙甸車廂，好、難上車。誒、咪可以其實都誒、有一兩日嘅 day off， 你真係去接觸一下大自然。係就係、是、乜都唔做，就躝喺個沙灘上。曬住太陽，聽一下浪的聲音，響浪騎，啲水是藍色，沙是白色。嗯、你每得一樣嘢諗啫，你就係諗下我今晚 campfire 究竟要食啲乜？嗯，你嘗試下，我覺得各位觀各位聽眾啊，總要熄個電話，真係嘗試下，係啊，絕對要熄個電話。嗯、你係響嗰個 moment， 你先會真係 set 圖落嚟咯。嗯，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你。香港人、啊、或者我身邊的很多朋友或者人、啊、是真的要有一些時間去停下來想想，是認認真真想一想，到底生命或者生活是為了什麼。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而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例如我身邊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或者我家人、賺食咯，不用吃啊，花錢咯，那你不用吃不吃飯啊，花不花錢咯。其實是不是真的生活，我一直都很想帶出這件事，就是其實生活是為了什麼呢？你生命也是為了什麼呢？因為很哲學性的問題，其實你是真的要停下來想一想，我自己覺得。我覺得其實我這種年紀是真的要想這個。其實、我覺得十多歲、幾歲，那些是屬於開心的日子，是應該很開心，你是不需要想那麼多東西，根本什麼都不需要想，你就是享受你的生活，亦都他們不適合想這些。但是當人去到二十多歲，接近三十歲，或者差過三十歲，是要停下來想一下究竟接下來十年、二十年是要做啲咩，或者要為咗啲咩？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忽略咗一樣嘢，就係、是、香港係好追潮流嘅一班人嚟嘅。嗯，我覺得香港人點解咁叻咧？我其實好欣賞香港人嘅，香港人係世界上最聰明嘅、最少聰明嘅。嗯，即係、我識過咁多種唔同國家嘅人啦。咁、日本人真係好匠人嘅，即係職人咁樣，佢哋有自己嗰套嘅 spirit， 佢哋要背負嘅。係。咁跟住德國人就係好嚴謹嘅，法國人係真係好散漫嘅、英國人係好有樣睇嘅，靚仔通常好人，唔靚仔就唔好人嘅，通常都係咁嘅。你問翻有識香英國人，英國人嘅特質就係佢哋係靚嘅人咧，通常都係 nice 嘅，唔靚嘅人咧就係唔 nice 嘅。係啱嘅，呢句係正確嘅，因為我問過好多識英國又或者同英國人相處過嘅人，啲 backpacker 通常都係五湖四海都會接觸到，佢都會有呢種睇法，就係越靚嘅係越好嘅。好風戰啊呢個！但係 whatever 啦，就係香港人係 outstanding 嘅，喺世界呢一個民族嚟講，香港人真係好聰明，追潮落好快，學嘢好快，跟風好快，但係就係淨係跟風咯。但係變咗慢慢慢慢，好似失去咗自己靈魂。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咪就係點樣要平衡咯？中醫點解我覺得中醫咁？吸引我咧，就係佢解咗我一個點樣去行生活平衡嘅道。係。咁我而家有我自己嘅信仰，我就係跟四時咯。春天應該點樣？夏天應該點樣？冬天應該點樣？咁我食嘅嘢係應該點？我嘅身體、我嘅修為、我嘅靈魂係應該點樣？佢完全係一套信仰嚟。對於我嚟講，中醫就係、是、咁。當然佢亦都可以治病，幫到人一件開心嘅事。咁我呢？但呢個我講俾大家聽，即、就、係、是、我嘅生活，冇人可以抄到我嘅生活。Okay。你自己又應該自己一套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就係你要學識好似嗰套紀錄片講嘅你要有25分鐘嘅時間，即係落嚟係欣賞一下呢個世界上真係美好嘅嘢。嗯。唔需要好貴嘅，其實好多嘢都。我好中意飲酒嘅，即係打個比喻，我中意好中意飲酒嘅。咁但係我去沙灘嘅時候，我會飲啲咩？我就係會飲嗰一種喺惠康可以買得到一個 carton 三個 liter 係美國出嘅一種，我叫官啦，因為呢個名字就我喺澳洲嘅時候學識，官就係喺澳洲嘅土著話裡面代表枕頭咁解。嗯，咁因為嗰個咧就係你飲完之後咧，你掹嗰個袋出嚟，你吹漲可以成為一個好舒服嘅枕頭嘅，我叫官。咁、okay。 我就係躝喺沙灘上同我 friend，就係完成咗嗰一 pack 嘢咯。OK， 乜都冇做，我哋就係討論啊，今晚我哋要食乜？OK， 咁你谂下，点样有可能有人唔中意呢种生活咧？系，系咪先？你晒到嗰一热啦，就去沙滩度浸下水，喺个水面度浮下，跟住又下翻上去晒翻干，跟住饮下酒，就 chit chat 啲无谓嘅嘢。系，我认同嘅。跟住就系喺度blow， 即系喺度吹水。嗱，睇下香港系咁啊，你德国得唔得？德国靓唔靓？德国够唔够啊？靓就系、是。
拗呢啲嘢嘅时候，我觉得就系我揾开心嘅一种方法。系香港人好少开心啊！而家我觉得越嚟越唔开心啦，好唔快乐啦。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好似快乐啲。系啊，所以就系我觉得好 sad， 就系点解睇到学生需要跳楼去结束自己嘅生命，系咪先？我觉得呢个真系个香港系病咗，我觉得大家系真系需要正视，需要思考咯，系咯，我都觉得系。喂，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接受我访问啦。我哋下次再有机会讲下旅行啦，又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咁啊，后一个礼拜再见啦。好啦，大家后会有期，拜拜。拜拜。听完节目，到底是哪一个病呢？可能我们真的应该在忙爆的生活里面尝试找回自己，找回生活。由马医师选的一只法国歌曲，我给你一只歌时间，你慢慢想想吧。